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1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首先在大会秘书长王沪宁主持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由习近平同志等46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随后， 会议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各项议程。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丁薛祥、陈曦、郭声琨、黄坤明为大会副秘书长。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报告说，全国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并经中央批准公布代表共2296名，经审查确认2296代表资格有效，大会应出席代表2296名。报告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 从去年11月开始，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选举单位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代表选举工作全过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资格条件、严密产生程序、严肃选举纪律， 扎实做好代表选举各项工作。报告说，在代表产生过程中，各选举单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充分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全国基层党组织参与实现了全覆盖，党员参与率20%。根据这个日程， 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上午开幕，10月22日上午闭幕。